我道行情，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真的算了。我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，不知道是男女有差异，还是我们之间有差异。如果冒犯了你。 跟你说对不起，但你之前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做不到及时行乐，你可能也高估了自己，反正挺可笑的。古人说“路是行云，要不得”。 比纸都薄，正经。我道行情，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真的算了。